未当无求啊！我早年学佛，心内马上希求，让中国大师看出来咯。教我讲：佛是梦中有求必应。 这是老大人啊教我求的这个方法，完了还是分隔三叔传你求的方法。我求的方法是将个大师传授给我，言语比分隔较简单，诶，非常有效果。那伊甲我讲，你伫诶真心祈求诶时阵。 无感应，有时阵无感应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你家己有业障，障碍毋是伫复发诶迄边无伫外面，障碍无伫外面，障碍是伫你家己本身，本身有业障，障碍业障拄去咯，感应伊都会现前，有求有必应。 我都问伊讲，阿老师请教，我阿公业障要安怎去读呢？伊呀、啊，教阿公咯，啊忏悔呀，忏、啊、读业障。普贤菩萨伫《华严经》内底讲咧，然后家我免得忏读。 绝对毋是讲去拜牛黄禅、拜水禅，毋是创即、這个。所以我拄着即个老师啊，真正是个好老师。伊讲佛法啦，啊，无在即个形式啊，啊，是都爱伫咧实质。什么是实质？以后每个再做。 比如，咱既然唔悔这念头，讲了唔悔为做了唔悔代志，现在知影讲这是罪过，这是错咯。从此以后，我袂阁再错，就叫做真正忏悔。啊，尼先才会当去消除业障啊！假使你伫菩萨面前念经念咒，也做忏悔了，完念完了后，阁再做啊，做了后，阁再去念。 这个不好用，这都是完全都骂错喽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 R code，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